好了，马上我们的东东先缺一了啊！这个文正呢是我们的卫冕的啊，上一集呢是败部打上来再赢了我们的种子，但是很可惜奖金没赚到啊！今天两位美女啊，嗯，好不好？啊，让我们美女留下来好了。男生先走。好了，文正来开门。 第一把就 double 啊，所以这一把要谁放炮，基本上就要被淘汰了。看四下的牌，看一下文正、雨婷、平遥、南怡。来，出菜。二条。哎呦，第一张买出二条。南风。 九筒，碰一个，八条，北风，碰一个，八条，南风。 一同，还这么好，装的要样，未免的基本上手气都好。白皮，碰一个，你不差，上家和我，配了个北风白皮，你不差，不要羡慕别人，你自己也很棒。白皮，三花。 二万，碰一个，红中，九条，三七，一万，碰一个，牛，一二万，对呀，发财。 这条，发财，哇，四万，八万，四万。 三筒，碰一个，嘿嘿，这麻将就绝了。四筒，先拿先碰出来，先碰，碰一个，二饼，九条。 自摸，哇，打牌，牌倒下来，哇，要换这个罪魁祸首，哇，三个人，哇，天哪，不是淘汰的问题是他搞不好就不会自摸啦，你真的要打什么麻将啊？啊，美女两个这位先生，啊，这种麻将你怎么打？ 来，你再告诉我一下，正常应该是正常三筒打出去，打三筒跟打五万有什么差别？打四万，你刚刚先打什么？先打四万。对啊，为什么要打四万？你告诉我。啊？会觉得是说觉得什么？什么说？你这个牌打五万，你可以上一四饼。 碰三饼，碰四万，这二五条听牌，支数比较多的，不是支数比较多，机会，这不是机会，他你这样一打，你这三饼是不是硬要做将了？对，你还去吃一饼，再打三饼给他碰。
对不对？你这个牌一定不是打二饼，就是打五万，因为你已经搭子够了，而且你是一上定的牌，对，也可以碰，也可以吃。你这一打，变成什么？你非要什么上三六万二五条，那你不能再去吃一饼了。哎，他这一打，吃个一饼，打三饼给他碰，人家听牌摸了，对不对？最后一后手，太紧张了，庄家还有双三花、西风、自摸。哎呦，哇哇，大家一起承受，大家一起死，而且大家都好尴尬，我靠，哇，加油，我靠，好，文正可以坐稳了，好了，那你先休息好了，好吧，我们三家打半不复活啊，一起淘汰了，这牌那么好的牌，要打成这个样子，哎。东吴三缺一，第二把，嗯，他刚摸那把已经摸了10000了，加我们底分5000，你看看，一万六。那到我这，今天我们30000输了找你，你要帮我们出一半。来开门。好。六出，看四下牌。好，看一下雨婷、平遥，好，我们的陈怡、文润，好，来雨婷出看。北风，二筒，碰一个，东风，碰一个，八万，还不这么好，九饼，三条。放一个，哇，三条二饼呢，都这么尖的牌，超强。六条，九条，二条，他不碰你抓不到，嗯，对，三饼。放一个八万，吃九饼。南风，二饼，一条，五花，二条，发财。7万，九条，大饼，西风，五筒。一条，双双对对啊，真的，两只鸡，两条九，两张九条，真的，七筒，北风，9万，哇，七八九，哎呦，发财了，再一张九条，这么多，真的，四个九条换一包乖乖哈，南风。二万，五了。哦，哇！刚听，刚抓一张八万听，还倒下来。OK。嗯，边起还没听呢。对。红中，哦，红洞，独听两台。
东山街第三把，来。平阳。八点。八。开四张牌。好，平阳。平阳。陈怡，陈怡加油。啊，文正。加油。雨婷。啊。来，平阳出赛哦。发财。东风。碰。西风。北风，哦，好，谢谢。东风，发财，一只，困难，哇，北风，五中，八万。传染了，八万。红中，海底，二，三，三饼。一条，放一个，二万，吃一个，一万，二万，南风。请来坐，五万，碰一个，九万，二万，吐血哟，八条，哎，到了，五，小牌。快倒下来！哇！结果搞得两个女生一人一炮。我说你们在打麻将啊，有时候这奇怪了。他这牌叫二万，估一张红中。这牌去打什么？打二万？为什么打二万呢？万一来三万怎么办？我想要先跑啊。先跑什么？紧张啊！那不打二万，他吃不到，没办法听牌。哦。对啦，确实，对不对？嗯，你可以上五八条、四七条、六九条，都可以听牌，嗯，对不对？打红中嘛，来个三万，来个一万都听牌，不管嘛，嗯，麻将又先后顺序嘛，这一打他吃个二万，转手你一靠，对，放炮，对，真的，真是，哎，独听庄家这两台，两台，东风三台。我们东风三圈最后一把报告四家的积分。好，文正是一万一。哎呦。哦，然后雨婷是2200。啊。平遥是4500，陈怡是2300。你们两个，2200，2300，他还多你100。好像要庄家一台可以那个。对，要庄家一台。对，一台。好吧，不要，现在最好这样，你庄家一台呢，那他们两个，比如他放给他，或他放给他，那你刚好。你我家不行，我要自摸，不然就是放枪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自摸不然就是放枪。对对 对, 對，好吧，来，来，你开门。希望你们可以平手。嗯，加油。十出，看四家的牌。好，陈怡，陈怡加油。文正，自摸加油。好，雨婷，我也要自摸。好，平遥，自摸一把。好 ，OK， 来，陈怡加油。西风。一万，打外面。西风。这麻将啊，真的是有学问，前后进出张，
你看看差多少。他先打红中，根本他是红不到牌。红中。一发。左条。碰一个。陈颖没有碰。对呀、啊，那很大。一笔。哇。东风。红中。来皮。碰一个，二条，左条，六万，哇，倒，五桶，吃一个，谢谢。中洞八筒碰一个，好，先拿再丢呢，一笔，四万助攻，一条。鸡饼，吃一个，感谢。完了，完蛋了。不会啊，那自摸对你们两个是好的。陈怡貌似要先说再见了。借过三饼，二饼，二饼。进来坐，红绿灯三饼，七饼，起来，东风，九饼，起来，西风。北风，北风，南风，哇，怎么？哇，恭喜啊！哇，倒牌，把牌倒下来，自摸一台，庄家两台，我已经卡很多。古城饮料多扣了一百，所以呢就变成你们两个同分了。恭喜啊！这样不是一起吗？很棒哎！对对对，你很棒哎，婷瑶，你稳固的收视率。先发5000给你。不要再乱发钱了。哇，这一语成谶啊！随便讲一讲，真的是这样子，啊，对不对？因为刚刚你2000和2300嘛，那他你这一摸，你看他是自摸台就600。600，他变700，然后他扣600，他本来多输多赢他100，他高2个评分。感谢平阳，赞赞，好吧，你很棒啊！你虽然第一把就做了一件蠢事，挽回，这一把挽回我们收视率，好吧？江东赎罪，来，南无逆转胜，挑战吧大神有 YouTube 频道了，请搜寻东风卫视或者扫描下方的 QR code。也可以按下我们的订阅钮，或者是开启我们的小铃铛，就能收到最新最快的节目内容，而且还有网络独享的影片哦，别忘了分享给身边的好朋友。受欢迎的命理大师现在都在命运好好玩开运服务，包含神准算命、开运商品、开运秘法，请上网搜寻命运好好玩。